各位朋友，各位网友，今天我们利用周末的时间专门请来了陈老是原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也是高级编辑。那么陈老今天的演讲主题是走马观花重庆行。我们首先对陈老的光临和演讲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开始。物有志乡同志，要有我这个年近八旬的老者、老记者、老编辑来这里上市视频讲个视频，申请了就只好来摆龙门阵了。摆龙门阵这就是聊聊天也。我这个重庆人到北京居住了55年了，可是重庆腔调依旧，既定历史条件下的任何改选更张都难了。在既定历史条件的前提下，那个重庆新城是对历史新时期改革的加以扬起再改革，这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知识性的路径，有同志称之为博览反正，未尝不可。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当届主政者，那就是市委书记薄熙来、市委副书记、市长，就是说的重庆 CEO 首席执行官黄奇帆。我有说门，薄熙来、黄奇帆门，同重庆市人民结合在一起，扶正区域比边缘化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努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真心或者说复兴科学社会主义，开而言之就是推行新政，探索新路，打翻潮流，改选更张，长虹大黑，匡正雅协，走民生路，练功夫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民生导向，努力来促进共同富裕。这是需要穿越历史时空的政治眼光、政治大智慧的，这是需要某种战略性的妥协，灵活运用正确的策略的，这是需要具有敢想敢干的勇气和多谋善断的方略的。重庆新城非常不简单，重庆是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网络热词叫做重庆模式，而我更愿意称之为重庆新政，某种社会行为模式其实就是解决某种社会问题的方法论，是包含了区域相对稳定的理论模型，是经由时间检验了的方略的精髓的深化和理性抽象。我们批评打左灯往右拐的总设计师，但不引人非言。连这位总设计师同志也在1989年说过，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
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胡锦涛同志2008年12月在一次纪念大会上也说得好，世界上没有防止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触摸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一见成效的东西看为完美无缺的模式。重庆模式这种网络热词造势张扬，并无不可，我举手赞成。而我一个老记者，并非学术圈人，学术圈中人，我不是搞学术的，愿意将自个儿亲见亲闻的重庆新政，在江浙视频这里报道一二，和同志们一起来品味重庆当代主政者大手笔笔法之精妙。老者老爷孤陋寡闻，但是对重庆市委当代主政者大手笔推行新制之意并不喧闻，很想见其描绘新山城的笔法。于是在2001年11月12日拖着病体返乡，不是重庆人了，返乡留恋山城，走马观花第21天。如果要问我你走马观花有什么感慨，因为观感是什么，这是我想起了2007年10月24日下午6点05分嫦娥一号卫星奔月搭载的32首歌曲中间的3首歌曲，有2首叫做特别选用歌曲，一个是《李永勇进行曲》，就是《鬼歌》了，里面有呼唤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仰望之声们决心的金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再一个就是《东方红》，是歌颂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我们的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东方红》，这也是耳熟能详的。嫦娥一号卫星搭载的其他30首歌曲中间，有一首名叫《谁不说咱家乡好》。这首歌曲，曾经是风靡全国，至今也长长不衰的。它是那个。1961年根据同名小说《红日》改编成电影的一个插曲。《红日》它继续的是1947年的孟良崮之战，是以歌颂这个在震惊中外的这个惨烈的战役中间，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英勇牺牲的先烈们的歌曲，分为3段，反复吟唱了。我这个五音不全也唱不好了。谁不说咱家乡好？哒哒哟咿哟，挺好唱的。一阵阵情歌声伴随涌传，那个五音不齐不齐。请看今日之雨中，今日谁家之天下，今日不是谁都能说咱家乡好的。有的网友只是这里那里沦陷了，什么时候解放有希望不知道。而我总走马观花重庆并不枉然，生于斯长于斯的我
经过实地观察，可以自豪地说炸酱香好。如果谁说炸酱香不好，如南方报系对重庆新城的说三道四，就不免让我被对此愤愤然了。我不赞成逼等的闲言碎语，但是宽容乃至维护他们放炮说话，如是这般的自由，品味乃品味谁不说在解放军好，谁不说在家乡好，令我浮想联翩了。的确，在家乡好，风景这边独好啊！就连美国的新闻周刊，当然跟我们价值观是迥然不同的美国新闻周刊，连他也在问称，重庆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个新引擎，形成了一道越来越引起世界关注的独特风景。炸酱香好啊，炸酱香这边风景独好啊。当然，更有甚者，把新城平常的重庆比为解放区的延安，把传承了延安精神的精髓，就是全权为人民服务，这样的重庆精神比为延安精神。的确，有人写文章也是低头自卑啊。90岁的美国《纽约时报》的原总编辑脱贫，就西美脱贫，专程到重庆去采访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旗下的辽万新闻中专刊的铁油双高人，也是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李希光，现在清华大学教授。他报道脱贫，采访重庆，称脱贫是西方世界少有能够用亲身的经历大跨度的来比较中国发展变化的媒体人。脱贫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访问延安，采访过朱德、刘少奇等中共的领导人。脱贫这次采访重庆最令人寻味的感慨，他是说的什么呢？64年前在延安，最让自己感动的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今天在重庆，我看到这种精神依然在闪光，在闪光啊。还有的网价值中国网在一篇题目叫做重庆新时代的延安，中国的希望，这样一篇千字文，网上电脑先生实际上只有987个字，这样一篇千字文，千字文是无法也无意来展开评述重庆的新政，他而是根据重庆新政的108抓，或者说一个不大不小的亮点，有感而发。什么亮点呢？重庆75万大学生在学工兵，又是司马开局写了个千字文，950个字。中新网，就中国新闻网，重庆2010年11月19日的电讯说啊，重庆官方发文的要求全市大学生进行6个亿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规定大学生在就读期间6个亿啊，种100棵树，带薪实习1个月，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个月，到企业
或服务或者社区服务或者服务行业，这个一线上去，比如说社区，足一个月工，这又是一个亿；展开学经一个亿，又是一个亿；还有撰写一篇有价值的社会调查的报告，社会调研报告，这六个亿，一个是要种一百棵树，一个是学工、学农、学军，一个是一篇社会实验调研报告，六个亿。八月份，因为报道他是十月份报道的，他说，2010年八月份，重庆市首次启动了大学生暑期带薪实践活动。重庆市的市长黄奇帆呢，为大学生们送行，并且透露了，今后每年重庆将提供30000个大学生带薪实践岗位，并有一定的官方财政支持。原来实践你要到实验单位去要给钱，现在实验单位要付薪。不仅没有是财政要负担一部分，这篇签字文呢是细看重庆75万大学生在学工农兵的生发的感慨，他感慨一通了的，就为了我周围不好全部都念了，我这期要再说一说。他发生一个什么感慨？他说他每当看到新出炉的日益年轻化的一些腐败官员、渎职官员、自杀官员、疲劳党决策的官员，拥有光鲜的学历、名校的背景，就不是滋味。那就是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好多都是有着光鲜学历和名校背景的这个新生代的大学生的，是他们的手笔。所以他引用那个复旦大学校长一段话，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他大声疾呼，大学如果有所示范，对国家的毒害性是非常之大的，希望所有大学的领导，包括国家领导人，要看到这一点，否则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生一向企图。那个千总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要再加一句话，会把中国一向前途，中国的未来将被彻底斩首。如果大学示范了，大学培养如是这般的贪官污吏、丧失良心，那是不行的，他们是颠覆，对社会主义颠覆，对社会主义价值观颠覆，对我们优秀文化传统圈的东西加以颠覆。这个千字文他感慨说，现在好了，重庆有了良好的开端，这样的举措必将给当代精神推翻、信仰缺失的大学生整体带来品质的再造和灵魂的升华。重庆大学生是幸福的，他们必将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成为成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唯一希望。这是我说的一篇千字文发生的感慨。千字文的题目就叫做重庆新时代的延安，中国的希望，怎么也能千字文。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网，他的全国论坛市民论坛中也有这样多人眼球的文字，重庆是当代延安，这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网的强国论坛的市民论坛中间的文字，从你是当代眼看中华网的中华论坛也有地址，也有碟子，是这样说：新中国的眼看新中国啊，新中国前的眼看新中国后的憧憬，是让人民看到希望的祥瑞之地。中新网前不久，就是2001年5月17日发表文章，重庆给贪官办展览，曝光曝光他们的那个忏悔录的语录，他们的忏悔语录是全国首次。这篇文章后面的跟帖中也有个广西南宁的网民跟帖写道：重庆是当代的延安。发生欧洲的一个跟帖者说：重庆是当代的延安，普通老百姓向往的圣地。竟然还有谈炒股的东方财富网的古巴也不甘寂寞，深言现实的重庆就像抗战时期的延安，成为全国的明灯。这个古巴上还出现这种文字，跟对中间呢，自然有鼓掌鼓掌赞许的，也有撇砖讥笑的，网络上对重庆新政的闲言才也闲言翠语也真不少，什么回潮呀，什么翻猪呀，什么作训呐，什么主要是运动治国思路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重庆市坐拥3200万人口，幅员面积达8.24万平方公里，不怕的高天滚滚寒流急，但看我大地巍巍暖气吹。重庆的大地暖气吹，走马观花重庆行，观察重庆新城是绽放了朵朵花儿。我说是犹如傲寒的梅花，神相依神州和环于四海，犹如带刺的玫瑰，必然刺痛风邪，帮险经营的安逸神经，比刺痛者撇砖讥笑都不足为奇。对，我是走马观花，我看着花犹如傲寒的梅花，高天滚滚寒流急啊，在大地暖暖吹的重庆，梅花绽放了，是傲寒的梅花，有骨气的梅花，有风骨的梅花，它又是带刺的玫瑰，那个刺儿啊，就逼人要刺痛一些精英们的那个神经，他们撇砖，他们讥笑，就让他们去吧。我这个老贼返乡重庆21天。骑在奔跑的 马上观花，叫走马观花嘛，心情自然是愉悦的，但也只是浮光掠影。我来张扬卖弄一下，唐代的孟郊有个登科后人，他是心情非常的也是愉悦的，我心情回到家也是愉悦的。他那个诗中说，在登科后的诗中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我一时
二十一天也能看清重庆话，再加上老杨红花脑袋鱼灯，也可能看走了眼。下面我就来摆龙门阵啊，聊聊天啊，聊聊走马观花、起见奇闻的重庆新镇，汲取一些傲寒的梅花和带刺的玫瑰，来先跟讲座视频的诸位，如何？人家邓小平同志说他聊聊天可以，结果比邦县精英们弄出个伟大的人来，被捧为李林家似的，便先在上海自卖自夸，天降神丹妙药似的，说那老火是什么力量之本，什么自证自己，什么力量之源，随后推而广之，于是必进行那些帮县精英们吹着我一个科学的敌人体系，三瓜两枣几十个镇，什么一个敌人体系，还有一个系统的敌人体系，让他们说去吧，都是背着黑子写作的了。这些真是令人喷饭，来自逍遥大雅。我这个老者在聊天，做些即时报道，也是重操旧业，老记一个，仅此而已。时间有限呢，挖一漏啊，见仁见智，人人评说啊。但愿不要让在座诸位嘴里吐出小点点的大牙。我真的只能聊聊天，无非是谈天说地，请大家理解，大家也可以理解，我不会去多谈高天滚滚寒流计，只是想说说重庆大地巍巍暖气吹。我这个聊天呢，首先是从总体上看看重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民生为导向，聊聊重庆十大民生工程和那个共扶金十二条一个概貌。第三，而后从南于逐条去铺陈的那个条条中，你看一个十条，一个十项，一个十二条，难于条条去铺陈，从这中间可以扯起腰子而加以报道，列了几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亮点，最后示意开会的事件事业来监督重庆练功夫经，聊聊重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学。我们一起来吧，来共度重庆新镇，来细看重庆神溪峡风望道，何其壮美，看这重庆的神溪啊。那我先就来聊聊重庆的十大民生工程和共扶金十二条。重庆市委在2010年六月间召开三届七次全会，做出了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区，重庆来探索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走这个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它实施十大民生工程，也叫做民生十条，
一个是建设3000万平方米的工作坊，解决50多万户中低收入区那种住房困难的问题。第二条是2亿，重庆犹如一只凤凰，它的中心区有9个区，渝东北和渝东南有31个交远郊区县，那是凤凰的2亿，它叫2亿。第二条是2亿，是那个渝东南和渝东北和渝东南这2亿，95%的有劳动力的农户征收1元，但是实际上是3年之内了啊。第三条，森林覆盖率达到40%，城区绿化率达到35%。四，在中小学、幼儿园配备警力，建成500个交警巡警的平台，交巡警的平台。第五条，农村养老保险覆盖是300万农村老人老有所养。六，照顾好130万农村留守儿童，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天天上去了怎么办啊？八，医疗资源向基层倾斜，让群众看病方便，治病便宜。九，发展6万微型企业，新增30万就业岗位。十，开展党员干部三同都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来解穷亲，就对付帮，解对子帮扶，帮扶贫困的群众。这是他的10条。注意，我只说的是2010年的7月间的全国上做出的10条。反过年来到今年7月，做出缩小三大产别的那个决定。7月21号。7月20号、21号开了2年了。那么就是走共扶路、练共扶筋的12条。它是在全面实施民生工程、民生10条、民生工程10大民生工程的同时有增加的，这是前后相继，是兼容的，只是后面对于前面的时空上的延伸和扩展，它是前后相继。这10条中间有些数字啊，它在新的情况下面加码了，增多了，比如说工作坊，先说的是4000万平方米，不是3000万的。它的共扶筋12条，我也知道你念念本本，它每一条下面有题，还有接着是破题做文章，还有很具体内容。我只谈了那个题，共扶筋12条，一是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个体工商户增加到150万，来有效增加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失劳的有合收入，那只能去吃到低保，所以把它解决个体就业岗位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你美国现在不是说已经嚷嚷实际上已经到了失业率到10%嘛？我们全国的失业率是10%，它比优势多一点，叫做登记失业率，实际上不是这个数。所以重庆很看重就业问题。第一条，共扶筋的第一条就是增加就业岗位。第二条，积极稳妥的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等转户进城，就是农转城，要达到500万人，户籍城镇化率达50%。
加快速要产生差别。这个城镇化率它也有两种算法，我这里它是定义是城镇化率达到50%，实质的户籍人口，因为它是跟农庄城结合。还有一种城镇化率依据的方法，就是常住人口，常住人口有的不一定是来源于户籍的。第三条是发展新型部分合作社儿2000个，实现农村三全低压用资1000亿以上。它这下面都是，这是个题目，下面好多文章还有要说的。这为了是同志们在你看这个三权，我简单讲一下。所谓农村三权，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有的是承包农地、林地的承包权，再有采集地，有采集地的这个使用权。他把三权呢，要是他作为具有财产性收入的一个来源。因为整个农村是重庆农村是3000万亩耕地，3000万一亩耕地算1万的话，这就可以说的产量是3000亿。它有6000万亩林地都承包到农地上，如果以每亩农地5000元计算，这6000亩又是3000亿。浙江地有4000万，浙江地还经过整治，新农村建设可以腾出地来以后，重新搞一个新章，这个我也没有时间来展开谈了。他搞成地票，这个基差地级收入不仅是近郊区农民那个地值钱，我整治到土地过后接触个地来是成为地票，地票上市，上市，地票上市，你房地产商。你要去请政府来给你批准地，你先买地票。现在地票我都是到他的那个产权研究所去看了的，这个主任都跟我介绍过。现在的这个到今年，这个地票啊，那个浙江地啊，每亩的均价已经达到155000元了。所以把简单的算算，这4000万亩这一地是多少万？有的时候是6000万，有的时候更多。把这三笔加买一下，耕地3000亿，林地6000万亩又算3000亿，这一地就大稍大一点，四千万，实际上不止4000万，扯上去大约有6000万。那么这就是农民可以表明他的财产，不是说财产性收入吗？他应该值钱的，怎么盘活他这个这部分他的财产？重庆这个新政府真是了不得。现在不是我们土地管理法呀，最多只谈到去，我越扯越远，那个聊天就嘴上跑火车了啊！我就是展开就是所谓的穿插一些背景啊。你看现在是不是说？土地农村集体所有，这个农民承包经营，就是粮仓承包到户嘛。现在重庆这样一搞，他搞个地票，实际上那个土地开发一个土地开发权的问题，土地开发权是要在美国，如果你要搞个什么产地，你要去跟那个土地所有者，你要去买他的权益，那权益就是要开发，是要开发权。像重庆探索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在探路，在破题。以后我们土地管理法呢，都要修改，把重庆的经验要吸纳进去的。重庆知识新政新探索，待会我也引用学者的再谈最后部分，重庆这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民生导向中间的。政治经济学，那待会儿再来说一下，或者穿插说一下这个。这是所谓的三权低压问题。第四条，它那个就是连公布经的这个12条第四条，建立2500个农民新村，就是刚才我说的，利用地票交易制度等办法，
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第五条，两年消除绝对贫困，三年实现2000个贫困村整体脱贫，并实行动态扶贫开发机制。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有可能有些同志不熟悉，对对，经济情况。什么叫贫困？你怎么来计算叫贫困？贫困扶贫这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我们国家有国家扶贫办，我们全国的扶贫，它有个贫困线，比如说去年、以前，它实际上延续了相当的，农民年顺应收入1296块，你这样的扶就算贫困扶，今年提高到年顺应收入，农民人年均平均收入1500块。是个动态，但他这个提出了一个动态扶贫开发，他是怎么来定一个动态？从原来是这样，按照上年农村年人均收入只达到其30%的，都把它算成贫困。于是他那个是个动态的这个贫困线，今年农民平均收入。说明就收入高了，来源再高了，不管你怎么高，你只要相当于这个平均数30%，你就是贫，我就要重点帮扶你。他是这样的，所以重庆他办事啊非常实求是、务实，不是讲那些一般的道道条条、空空洞洞的东西。不是这样啊，不是说想当然、怎么样？你看那个说到那个动态，你看那个他那个。最低工资生活标准怎么制定法，它也是个动态的，它就按照我当年企业的全体职工平均工资30%，一定要保证这个是最低线，它这个就低啊，打得很厚实，很厚实。另外实施关爱行动，130万留守儿童健康成长，2万空壳儿的老人留守养，留守儿童啊，每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不需要关心操心的事，操心的，这个份上，就是留守儿童，要关心他们健康成长，要健康，要成长，当然还有教育在里面，他要求重庆的孩子平均高度要长多少厘米，他都是纳入他的规划，他办事中间都量化了的。第七条，继续坚持国情民业经的原则，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这也是了不得的事情。不是主流思潮、主流精英都讲国军民情吗？重庆是反其道而行之，国情。注意，他也说过民业情。我前面谈到说，要有政治智慧啊，你要善于有战略性妥协啊，有些话你不得不说，也不能做啊。说我这个我负责我这个最后跑火车就是，但有些同志是不懂得，时间的事物是复杂的，你要搞改革，我现在说的是他再改革，你是在既定历史前提下来办事的，不是你想当然就怎么样了。你又嫌他又是什么改良都不好了，是改良主义了，包括我们一些圈子的一些人就是这样来说，我是老同全员同志，你们多到十一天今天的实际情况吧，到底是怎么样，你要是这么艰难前行的这个话也不说了。这是他很注意国情，实际上他主要经济是在国情上，他也明定，那怎么不严明呢？
你不是说两个毫不动摇吧？那我也不动摇，我动摇什么？我不动摇。别动摇了。但是我是鬼精啊，打头的是鬼啊，是鬼子号啊。当然，我要跟他展开说，应该还包括公，还应该包括集体所有制这块。但前面谈了两千个新型股份合作制啊，那实际上也包括城，也包括乡，实际上应该扩展为公，还包括集体所有制这块。哎，我好像有点点评了，这个我不是来点评，主要是来报道的啊。巴黎啊，建成4000万平方米工作坊，前面看到的那个民生史料不是3000万吗？那这现在过一年，你看变成10000万平方米工作坊，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条件，大幅减少住房开支，让他们减少人员开支，他开支不得超过我们低收入群众啊，一般群众的15%，超15%那是世界上一般都是这样的要求的，就是比较接近于可以。如果你的光是你住房占你生活收入，不仅是 N 个儿媳妇吃那块，你住这块如果到10%以上了，那是群众生活、老百姓的生活一般说是难的。他那个都是有量化的要求的，减少住房开支，还加强收入。9条加强收入调节分配，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就两个同步。第4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联动，双联动，实现是全市的220万困难群众生活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现在的物价指数是6.7了，重新它现在它是联动，现在补贴，它补贴在每个月拿出1亿来，现在就是在这样干的。5年投入3000亿，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公共产品、公共设施，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12条。把31个远郊区县打造成区域经济中心，建成500个现代化小城镇，加快缩小区域差别。它的10单饮食工程和共扶经12条是前后相继的，前者是3年实现为期，后者是纳入重新12五规划，15年为期。是这个前者在施工上面延伸和扩展。这里我要特别再报道一下，重庆12条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吸引眼球的。重庆共扶12条。它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全市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同步倍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比1左右，它这个有点弹性，话没说句。权益就是中心城区九区或远郊区县与东北与东南那2亿30亿的郊区县的2亿的发展差距要缩小为2比1左右，基地系数缩小到0.3左右，基本上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城乡发展是率先的地区，它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消防，它的主要目标是这个。
那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大陆非常看重的就是他这量化的东西纳入施政纲领，他敢于拿引导党来硬性来约束自己，拿硬指标来规划自个的施政。这里我解释一下，那个城乡差距缩小啊，他说比如说城乡居民差距缩小到2.1:5，它是由原来的基数上逐步缩小，是由原来的3.3:1缩小到2.5:1，两域发展差距由原来2.2:1，它是由原来的2.21缩小到2:1，基地系数这个数字有变动，有几种说法。现在一般都是说重庆基地系数是0.13，就0.13缩小到0.35，到5年之内，全国的基地系数数字也不一样。有的说到2008年、2007年就达到0.4962，有的说已经超过0.5。这个数字因为基地系数本身的算法，不管是无痕法也好，四痕法也好，就是这个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这个系数，现在算法上不是那么完全统一，学术上学术界争议很多，但比较公认的还是那个意大利经济学家基里1922年提出来的那个模型，这样来测算的，就是国际上比较官方认可和采用的。他把这个基地系数缩到0.35啊，那是开全国之先河，具有创新的意义。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这是今日中国的现实，这是有据可查的呀。我还是说，邓小平加上同志，连邓小平同志也有缘在西安啊。这位设计师同志，他就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亲密资产阶级，那么我们就真的走到邪路了。还有一个不幸而毙，邓小平严重的事实是什么呢？他说经济建设也是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惜之惜人，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高层崩了，因为什么意义会在另外一个方面贬值，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贬值，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混淆事件。今日到底是什么时间？在狱中大陆自由平等，自由公正。这位设计师同志，他在会见那个西班牙政要的时候，谈我们主要是犯错的时候，他也说，同时也有有力干扰，开挂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出于惊人呐，他说啊，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到革命的问题。是要闹革命的，如今闹革命的，我们不能不批评邓小平同志把中国引导到高资本主义。这就是关键。总计设计师自己88岁晚年时，对其设计之谬误也有所反思。我打个引号的反思。1993年9月16日，他跟他弟弟邓肯的谈话中间，就指出12亿人口
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鉴于这个问题，并且对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这倒说的准确，自然出现实际上是人为弄出来的，是也是自然出现，也是自然出现，但是市场经济中间的自然出现，你搞这个市场经济，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老古董，人家已经搞到野蛮的那种市场经济，搞丛林法则的市场经济，那就会自然出现，这也是实话实说。他们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多数人没有，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相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我们过去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必不发展是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哎，的确是这样啊，一个铁的事实是我们宪法深深的宪法所规定的，国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遭到破坏，因而资产阶级在中国再产生是有目共睹。中国资产阶级曾经在中国消亡，但是产生资产阶级再产生的条件并没有消亡。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已经是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了。我这样说，我们一些同志这样说，并不是决然排斥资本主义。我们说资产阶级的再产生，在这个资产阶级中，手握者是官僚资产阶级，至于民主资产阶级、小业主、小资产阶级，这是因为他们受到国中官僚资产阶级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双重挤压，他们手中就是民主资产阶级和小业主、小资产阶级，因受到国中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国际垄断等垄断资产阶级的双重挤压，而成为人民大众中的一群，是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朋友，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有人说我们什么说的老陈，说的你些同志，你们是老左，是贬义上的来，说你们搞地主，我们才不是。我写文章还曾说，可以把他们的代表请到我们人民大会堂的贵宾上入席，可以成为我们座上宾的。说到中国资产阶级再产生，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指出来，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蜕变这种决定作用，而导致社会上层建筑发生合并演变，就随着社会经济基础蜕变而起决定作用，而导致社会上层建筑发生合并演变。上层建筑反过来又反作用于富裕
鞭炮的艺术基础，决定作用和反作用，互为因果，这种智慧长城锐如犹如雷弹，畏惧显现，令人堪忧啊！我跟一些下岗工人，有些弱势群体，也不能这有时免不了掉眼泪，愁啊，愁得哭啊！有好多人群在怎么生活？你是个共产党人，你要想给人做点事儿，你不想到大众。不像他现在所谓的是弱势群体，现在他们处于什么的境遇中间？现在我们国家，我们一些精英、一些领导人，不成这样，智慧长城，我说是犹如雷弹呐、把鸡蛋垒起来，这个畏惧显现呐，怎么令人堪忧啊？不是我们也有同志，我们的首长、我们的大领导也说要忧患意识吗？心中要有真正的忧患意识，要忧患的，要奋起啊！现在该是中国共产党人同广大人民大众结合在一起，在既定历史条件前提下，对历史新时期的改革加以扬起，而进行再改革。注意，我是不是想当然的？不是有些同志想一劈脑袋一下子一天就怎么样那个极端吗？注意，在既定历史条件前提下，我们来谈这个事情。对于历史新时期的改革加以扬起而再改革，我们不是全盘否定，有东西我们可以吸纳，但是我们是扬起，扬起是再生呢，是新生呢，是否定之否定呢，是讲辩证法呀。所以现在我们要边发展主打蛋糕，边分好蛋糕，边消解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这个畏惧，往狂乃于极道，现在是到时候了，往狂乃于极道，待会儿起来，重庆的新镇前有十大民生工程，后有共扶近十二条，就折射出了重庆主政者正在致力于往宽难而聚道而济道，我们要为之鼓掌。他们决心费尽一山心力，切实谋划，投入巨大财力，心力就是变愚公移山般的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而财力这是保证，这是保障促进功夫的现实物质力量。刚才我说了，别人称为重庆 CEO 的首席执行官就是市长嘛，黄奇帆就说，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呢，就是1910年七月间那次全会做出的决定了，3000多字，民生十条舍得花钱，花3000亿，真是一掷千钧，钧嘛是这个重量，一掷千钧，他这个实际上是在于比喻是。直指是真金白银，这是黄奇帆这样说。那么现在如今有一个功夫经十二条的决定是4000多字，那更是一掷千钧，上了
完量一个上了一个完量级的数量级，上了一个完值数量级，总计要投入10000多亿元，有时算起来是1.1万亿元，那个账都是细算到的。这个我附带说呀，他那个2001年7月20号、21号，在公布经12条，他搞了之前搞了28个调研报告，动员了大批人民，倾听民生，征询民意，收集民资，集中民资，搞了28个调研报告，所以他能够，他那个不是撇脑袋把想出来的，那真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集中了重庆当人的智慧，重庆的民智的，才有这些。那么原来是说3000个亿，现在一年过后才搞了12条，他的投入是1.1万个亿，10000多亿。这是CEO首席执行官市长这样说。薄熙来怎么说？有些人说重庆穷，其实也是一砖一把油，一砖一把油啊。我们一定要加强管理，把这些钱挤出来，多给中低收入群众改善改善，财政要继续向民生倾斜，照顾好穷人、老人和孩子。要照顾好穷人、老人和孩子，穷人呢、啊？穷就靠穷人，真的是英雄。穷人就是我们的弱势群体，就是我们的工农大众和一些知识分子。老人，我们要尽到我们有点传统孩子说不未来的希望，要照顾好他们。这就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应该有一种心声。哎呀，我也是好几年，对不起，有点不能自己了，不能自己了。所以当我给他鼓掌，我们要给他鼓掌，要给重庆新政给力，要加油，为人民服务，就要加紧转油啊，要给他鼓掌啊。这是我讲第二个题目，是讲的这个他的民生10条，和那个共富经的12条这个总体情况一个概貌，也做点注释。下面我就来抽一些条条来讲，你不能够逐条来讲啊，没有法子逐条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主要是讲关于发展微型企业，就讲酒业问题。首先不是第一条是酒业嘛，再讲关于工作方面问题吧。酒业还有安居啊，安居啊还能够就好酒业啊，工作方面是一个大题，也是要破题的。再有关于户籍改革，就是说于城乡二元结构兼并要破冰啊。这是重庆新政亮点多多，重庆新政是傲寒的梅花，是带刺儿的玫瑰。我说这几朵又是梅花又是玫瑰，赞许的有，也有说闲话的，也有前言垂意的。现在我就先来说这个微型企业的问题，再介绍一下，报道一下重庆新政中发展微型企业。我题目拿了一个新的阳光雨露沐浴草根经济蓬勃发展。我怎么讲话，我其实人家把我作为老太爷，我那个身份其实那是好多官员都陪了我好多时间，更不要说老百姓
看到我老子跟他们还心好像还在一起，我犯了好多情况。关键中间有很多很好的同志，也是在现在的党政领导同志带领下面，他们也心向人民，也做了好多好事。这个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官员给我解释说，那个微信企业，他们就是这都他们的说法。微信企业就属于这个草根经济，是穷人办的企业，是穷人办的企业。大力发展微信企业是国富转向民富的重要途径。就业有收入，创业增收入，有收入便增加收入，使自个儿生活得以改善。那发展微型企业，它是为什么说是超人经济？为什么是穷人经济？它面对明确的就业人员，就是大中专毕业生，包括职高啊、中专啊、大学啊、本科啊，乃至你是读到博的、读到研的、什么读到硕的，大中专毕业生、下岗时的工人、返乡的农民工、农专非就是农专城的人员、山下谷区渔民、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城乡的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和信息技术人员等这九类人员，九类草根明确界定在什么这个范围。微型企业这种草根经济的三层呢，刚刚开始发芽生根之际，它首批颁发这个证是八月间，我是11月份去重庆的。他市里面在这个民生事业决定中间呢，首先也是在全国，在官方文件中间，首次率先出现微型企业的词儿的，这是一个新词儿。这个社会在不断发展，社会生活在不断发展，反映社会的生活之语言也在不断发展。这微型企业这个新词儿，建筑于官方文件，也就是在重庆。商人说，安居乐业而事业岂能安居。我去年我去那年的上半年，重庆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7%，略低于全国的水平。目前重庆市200万城镇人口需要就业。几年来，它每年重庆有57所大学，每年还有10多万大学毕业生，而城镇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还不到30万个。所以重庆它组成这清醒地考虑到，作为中国西部大型城市要解决就业问题啊，你既要依托于城乡企业的发展来增加就业岗位，城乡企业的，又要扶持发展包括微型企业在内的国内市场主体增量，在增量中间来解决更多的就业岗位问题。城乡企业要发展来增加就业岗位，你要还多搞些市场主体。这个市场主体包括个体户也是市场主体，是吧？要多发展一些微型企业、中小企业，啊，在增量企业中间，在增量的市场主体中间来解决就业岗位，来解决更多人就业的问题。他在这边就在探索新路。微型企业重庆市的界定是，不愿含这个投资者本人20人以下，投资者创立金额10万元
以下以企业为微型企业，这是他的一个建议。注意，这个都是突破了现行行政法规的。我们有个体工商户的管理办法，有私营企业的什么管理什么办法，也各种办法办法条例这些。现行的是什么呢？所以个体工商户个体的现在我们也经营们真有些妙招，把这个个体工商户和这个资本家私营企业和搅混在一起，只说民营企业，市民民是对着官而言的，他们对着官方来说，对着政府来说市民，但是民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民呐，有资本家民的，有私营企业主民的，还有个体劳动者呀，还有个体劳动者呀。我们现行法规定的个体劳动者是以个人和家庭作为主要的生产经营单位，雇一二个帮手，那就是师傅级的啊，带两三个学徒，这就是七个人，纯粹劳动力构成的七个人，这是个体劳动者。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中间呢，实际上有过渡阶层。这是我又谈的，实际上又谈到学术问题上去了。还有一个消费主，在个体劳动者中间一部分人呢，有的个体企业，如果它的有机构成很高，就是它的技术装备、它的技术含量很高，它雇很少的人呢。看来你按照这个行政法规也是七个人是个体劳动者，实际上那已经不是了，就是他从人家身上得到的剩余价值、得到的价值量呢是很大的，反正有些成了个小说肩负要当资本家那个样子了。不过现在我们行政法规就这样说就是了，现在行政法规说的这个私营企业主要就是雇佣有雇佣关系的，雇佣关系是八人以上的，八人以上有时候也很难说跟那个雇佣企业人是怎么去鉴定法，虽然实际上有个过渡的这个细分起来是比较麻烦的事，就还看见那个企业的是什么行业的企业，你技术装备怎么样，就是整体学上说的有机构成怎么样，那还有各种各样情况。那么重庆呢，现在是你看他就这样说，这里面实际上包含的可能是小企业，可能是个体劳动者，可能跟里面是一些小企业家的人，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个他这个是在探索吧，这玩意是对的。他把它作为我九零，我面对的九零年，希望他们来做有裂口疮，让他的进入引起他的九零人员呢。他原来计划到1992年，就是那个2010年那个决定，那个民事的决定，那是13年为期，那就是2011年、2012年三年为期，说是发展到这个6万户，现在是什么12条这样规定是15万户，新增多少单位。我10月份到重庆，这么刚花就是刚刚开始搞微型企业的时候，到10月中旬，已有3182家微型企业注册了。首批微型企业中，原来的包括什么？大中专毕业生600多人，685，下岗职工1028，返乡的农民工617，农专非就是农专从业人员。292，残疾人有劳动能力残疾人104，总计提供了21678就业岗位。这是我当时去都拿到数据了，看他这几短短的几个月到底是搞得怎么样，他已经在解决问题。你看他的思路多开阔了，他怎么有政治经济的头脑？他是这样测算的：我到12年搞到6万户微型企业，这6万户企业它是社会效应是什么？
它的产值会达到300亿，实现税收6000亿，也可以把财政的袋子鼓起来，也可以为社会提供财富。在重庆发展区花溪宏观新城，我访问了大学毕业生创办的一家微型企业，真是大开眼界。他那个殿堂50平方米吧，它是楼上楼下，那个墙壁上啊色彩斑斓、错落有致的悬挂着一些西洋油画、一些工笔的国画。我看到有的中年夫妇来品味这些画作，来询问价格，想要把新装修的注册来美化一番。那个小老板，那个你告诉他，我可以上门服务，免费设计和安装。这个小的属于80后，长发披肩，大眼水灵灵的，对未来是充满希望。曾有的忧虑是一抹光了。我这样说，实际上我是用形象的语言来说。水灵的眼光，披着头发，对未来充满憧憬，他是曾有忧愁啊。他开了这个画廊，有了微型企业，才把忧愁一扫光啊。他是2007年毕业于上海经济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从海南省回到重庆老家，就飘走代理，找不到对口的单位，找不到其他单位，只好江淮教几个孩子，可以学学素描，挣几个钱。他和他的同学恋人陈正，这我都见着，都跟他们摆龙门阵的，读书也找不到同他们所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对接的企业某个职位，事业未成，都拖着未婚。听到政府帮我发展微型企业的喜讯，他们得到家人的支持和认可，家里面支持他们筹集5万元，得到政府财政给予的资本补助金也是对等的，你拿5万，我再补助你5万，你是注册10万元，这样就办起了一个注册10万元的画廊，叫做重庆市博伟画廊工作室。他们就满怀信心，看好未来了。9月26日注册办了画廊，10月10日便喜结连理，真叫双喜临门。你看，有没有着落，有没有创业的机会，给他成了生活，可以说他是人生生活的一个拐点。原来拖着未婚，现在他可以喜结连理了，这都是合生理的。这一对新人呢，也是两位小老板带着我登上他们那个楼上的画室，上面是画室，一个唐姓的画师正在挥笔破绘新疆收官的那个大幅国画《荷塘情曲》，是不可预定的，正在画这个，这是我亲眼所见的。新疆收官了，他们还把他们的流水账那本本拿出来给我看，这是顾客给定，哪个顾客定了多少，哪个顾客定了多少，什么时候交货。那么微型企业能够发展呢，那就是这个草根经济嘛，那个草根就是遇到阳光雨露了，他也遇到雨露就发芽，遇到阳光变灿烂了，那个草根经济。重庆市扶持微商发展这个微型企业，这个草根经济，它有一系列政策，1:3的配套，
或者叫做三加一，一就是投资人出一点，三个亿那就是就看得见的时候在政府这方面的啊财政补助一点，那不是你自个儿能够家里面筹起五万，你五万我再给你对等你这个资金也给你补贴一五万，要十万就是就这么意思。税收还放缓一点，增值税还得放缓给你，那个放缓是等额放缓，就是你投入多少发到你投入的那个等额就一次放缓一点，银行还贷款一点，金融方面还加以支持。这就是像你一样的阳光运动，这些它都是一些新政策，我就不具体讲了。重庆市无形企业的发展就开始很好，它主要是上下同心，有一套工，这个能够各部门协同动作的一些工作机制。我到了一个孵化器，就是大学生创业就业基地，迎面大门口红布上黑黑然写着一行大字：“创业是发展之源，富民之要。”这个孵化器的掌门人黄志华，用他的话来说，基民的实力。使命呢、啊？激励的使命三句话：让愿就业者，让愿就业的人顺利就业；让想创业者，想创业的人成功创业；让已创业的人走向卓越。他孵化器一直全程跟踪，从你开始到最后，已经搞起来，他还要送一层，他做一个孵化器。它是一个中介组织，是一个咨询企业性质的。这个黄志华，我说的黄老板呢、啊，他是所谓重庆的十大智商，头衔很多哟。这个教授，那个主任，这个什么又是国家社改部的什么什么委员，什么的，这些社会名称很多，他给过我的名片多得很。他是个什么人呢？这个黄志华。年轻人才三十出头，我看真是如日中天。他1999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机械系，好像要跟车间细胞打一辈子交了。可是他后来2004年12月下海，都投身于中介服务组织的时候，从只有两个人的小公司做起，也是无形企业吧。现在这个老板，这个大老板了、啊，如今却成了拥有在贵阳、昆明、武汉、南京这些地方有多个公司和办事处的企业集团的老板了。我回见那个所谓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的这个老板的时候，这个董事长说，他自个说他是集产学研于一体，产就是他的企业集团坐拥上万员工。集团的专业能力、服务规模和品牌，这是集资于重庆同业的前列的。他的企业这个产业集群，已经做到2009年做到2.8亿了。学科连指什么呢？就是做学问、搞科的，啊，当大学的客座教授啊，职业培训学校的校长什么，这么一个很有趣的人。这黄志华，他事业有成，他本身就是一个由微型企业师作为出发点的司法站的这么一个成功的个案，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凌辱的来看那个个案，他已经不是什么个微型企业不微型企业，已经是大老板了。在重庆的工商学院那个一个教室里面。我请他去，他不是职业培训学校校长，我请他去讲课，我也去当学生，他就专门跟那个璧山县的要帮微型企业的好多学员，当那个教师将近100万人吧，这个讲微型企业创业培训的课程，他的课程就是互动的，就像刚才的
我看到这样一幕，他那个教学互动教学的那个，他这出了个思考题，就在那个投影机上打出那一行字，就是这一行字是叫企业核心竞争力、资金、人才、技术、项目管理。他把学员分成三组，你们来回答黑企业核心竞争到底是什么，是资金、是人才、是技术、是项目、是管理。这个组怎么讨论的，我也参加他们讨论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是很有勇气的。他这样交流式的、开放式的教学，双向双互动的这样教学，那些学员真的懂到，是各有各的说法，有的说这两项，有的说这一项，有的说两项三项，是叠加的，不是单项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核心是各项要素到底是哪这几个要素，哪个是实现的？最后啊，有点他是这样的回答，当然我也不好承认，他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他的总的结论就是说，要调分利息的痕迹，要从这个企业实际出发，一切它的重要节制，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核心执行的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这教这些学员今天到底哪个是核心竞争力？当然你结合到你的实际，你可以说这个，可以说那一个，但他最后给出的答，他给老师给出的答案就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没有答案，他那个给人学员管理个什么思想呢？哪一个都可能成为核心竞争力，哪一个成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要看你那个企业的真的实际情况。他实际上教一个方法论，他们怎么来解决这个，你来把这个企业核心力提高的问题，这是很好的教学启发师。你教个四条条干什么，哪一个是哪一个是，那不行的。这个事情就是把提高微信企业创业者这个素质啊，它是全程的，开始他有些培训过后怎么样子来筛选，怎么样子来注册，我都不细讲了，这个没有时间了。他这个你看，为了创办者搞了28期、57个班次，培训了3000多人，所以陆陆续续进入培训企业了。这些参加培训的学员呢，我问他们，他说我参加过一定会是终身受益的。我现在我们感觉非常佩服。这样子我们要动脑筋，能够真的学点东西，这是。他那个他创了微信企业，他进入门槛很低，财政这个各方面联动要付出，他要经过筛选，他要保证你财政的投入啊，财政投入资金的安全性，你不能投了个都打水漂了。这个企业的生生世世啊，是一个客观规律，不可能什么都成功的。但是你怎么把这个资金的风险降低到最低？这是我的游戏的时候，我政府要思考的问题。他是做的工作做得很细，很讲究科学性，是很低，是很有智慧的。我也是感谢他们。这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我也碰到些，他还搞这个辅导员，他各个区啊现在专门有批人在来干这个事儿，设置了1000000个微信企业辅导站，聘请了3000多名微信企业指导员，这都是一些有关部门的一些我们的干部来投入这个工作。他们经常选一个模案，也是实际上的构案，我知道是从黄旗犯罪里面出来的。就是事业上许多作品的大企业是由微信企业发展而来的，比如比尔盖茨当初创立的资金就这么1.2美元，微信企业就是微信企业，微软就是从微信企业筑起，现在才跻身世界500强的大企业中的。这个话那辅导员们经常来说，去鼓动，去鼓励大伙来创业。这个话实际上是黄奇帆的话。当然我的观点是，超级富豪大亨如比尔盖茨者，世上绝无可能克隆复制，不可能克隆复制。
不过我们也可以见微知著，所以我说不要小看这个危机，他要分化怎么不分呢？他也会分的，但是从他搞的危机解决一部分就业，使他九零年都看一种希望了，他们抱着希望。你要去当老板也可以嘛，当老板为什么不要分？我的观点不是什么，你当兵去自然一点，你不要去当买办，不要去官商结合，不要去搞黑，你搞你当红色资本家行不行？所以我们观点比有些人不解说的这个，我们那些当做怎么怎么样，我们一说什么的发展点什么，你们就怎么的叫法？不是的，人家搞危险，你只有去鼓掌，应该鼓掌，你让他发展，并且在发展不到完善，你的政策措施，并且要解决其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啊，特别是你用过了十几二十个人，你买不买买基线呢？你到底搞得怎么样？你工资怎么确定法？你都要关系。有些人变成资本家，就让他去变成红色资本家去。红色不了的话，你稍微带一点粉红行不行？就要守法经营，合法经营，这都要做大量工作的。哎，这个我就忽略过去，过了这个讲微型企业的问题。微型企业，我走的时候跟他们留下这样的话，因为我去不是一般人的请我，那是，对不对？有商量自己了，就反正是有背景的就是了。我去专门给我派车，专门有两个处长陪同，又怎么这些的？我要找谁？谁跟他发些这种，就这些谈话。这个要感谢重庆市的领导同志们、重庆市的同志们，啊！但是你不是你去又能够真正听到，真正能够把那个话看得斟酌的，你可得要到群众中间去，到第一线去，到现场去，要实地观察，同时也注重要跟一些有善于理论思考的专家们、学者们。尤其是学者型官员，你要跟他交流，啊，这个微型企业，我认为啊，你要花精力要搞，以劳动联合为主体的，同时有资本联合的合作之企业。以劳动之联合为主体，就是劳动联合为主体，我们大家参与了，就是说是那个企业圈子的人一定要在其中，劳动联合为主体，不要光搞成资本联合，资本联合为主，就是大伙出资在一起，结果的出资结果的你雇了好多好多好多打工仔，我看这个事情少来点这个事情吧，就是以劳动联合为主体的扶持于资本联合的这种合作之企业，微型企业中大应该大量是这样，我跟他们留的话是这个意思，包括我们国工商局的同志，还有更负责一点的同志，这是我的观点，所以跟刚才跟你的观点就是一致起来了，你不要都告诉怎么样了，或者是怎么样了，这个事情我们还可以再观察了，用些它在实施新政中间来完善它。不断解决问题，不断的发展，下面我再来谈谈公租房，刚才是讲罗奇的，现在讲安琪居。我走吧包括重庆的时候正看到那个热火朝天的这个公租房建设，公租房是建设重庆新政中的又一枝花，我到那个刚开工半年多我是九十一分钟了，他是二月间开工的那个明星家园公租房建设工地去，到那儿去了，我也戴上安全帽爬到那个楼上去，飞行点去看那个户型啊，看那个设计啊，有的封顶了，实际还是比较安全的，那个建筑工地真是繁忙，它是五十多栋，已经有二十八栋封顶了。那个工作房间那个雏形都可以看见了。那房门的，我这照片过的房门景象，这么多都搞掉的在那儿。
那个已经封顶了，要准备下面的一个也开始装修的，出行已经看到了这些房子。他这个名家的小区，现在看到，不管是老外企业好，外国人企业好，或者国内参观那些，都在那个名家院去，这就是一个典型。他那个名家院呢，是在重庆市北流新区鸳鸯片区这个工地的建设的工作坊。它设计是54栋，不是54栋，我其实有28栋封顶的，建筑面积111万平方公里，平方米，可以用了45万人口居住，有4.5万人口啊，可以用了10.5万人口居住，它的住宅户型有很多，有单间的，有一居的，两居的，三居的，有将近18000套。1.77万套，这些户型啊都是在80平米以内，其中50平米的约占70%，50至60平米的约占13%，60平米至80平米的占17%。看到重庆的工作坊啊。最早前呢是2009年12月，在重庆市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其实每年中央开经济会，地方也开经济工作会，在12年的开经济工作会上，是谋划10年的时候，他就说住房是当前北京最关注的问题。解决住房保障是一个重大民族工程，帮穷人造房是政府的责任，让老百姓都有房子住。注意，这是12月间，就在这次会议上，那个12月间这个会议上，黄奇帆宣布实施3年，就是2010年、2011年、2012年。3年建成2000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房，他宣布这个计划。注意，这是2010年10月间。接着，到了开市里面期间，三届起会议，四大民生工程的，这是去年六七月份开的，工作坊是四大民生。工程之首，就不是那个数了，不是2000万的，看到没有？原来是黄奇帆开始提的，看3年变成2000万啊，转过来变成3000万，也是两千万。再注意，到7月份。开的这次全会，共富经12条，协议是什么？建成4000万平方米工作坊。重庆，你看它是2000万、3000万、4000万，是千万平方米年级量级的这个加码。所以重庆的工作坊啊，真建设呀，真是可以说是。快马加鞭向前急行，2000万、3000万、4000万，千万平方米量级的这样加码。我走马观花重庆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半年开工的有一万千万平方米，同时他已经计划2021年开工的前几年开工的项目，也在地方呢拆迁啊、动迁啊这些平整土地啊都动手了。我都到实地去看，是不是静悄悄？不是，还真是热火朝天。我到和平家园看那个工作坊的前期施工是怎么来搞。眼前那个平整土地的作业，真又是方方一片，
好多台这个挖土机啊，这些在工作。工作坊千万平方米量级的这个家嘛，搞工作坊。这个就是身处重庆城镇贾兴城的上述居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憧憬，他们真是满天欢喜。看这样一个资料片，你看哪个不是脸上沾着笑容啊？这是点击电梯上的这个都敲来点击啊，都为公众号串一条图啊，真是个个沾满笑容，没有哪一个不是伸手那我已经欢迎。特别是贾兴城，贾兴城是韩语言学和社会学中一个新的名词和概念，是指如果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前进中间啊，在许多城镇都面临着的那个住房难的那一个群体，新建公租房它重在解贾兴城之困之急。原来我们所谓搞那个什么历史新时期改革，我就是面对的历史现在就是这样搞改革，在对改革有一个眼睛，这个眼睛的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就得要面对这个历史条件前提来做工程文的文章了。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经过了一个由商品注册的这个服务化，到注册的货币化，到注册的商品化，整个一系列演进，变成了注册商品化，也是销售化。你要买房来住，唯一的通道就上城市，到市场。都靠市场在这不建的时候叫用的行吗？市场不是完了的，现在建公租房就是有行的时候来做出建公租房。要重庆就是双轨制，就是政府搞保障性住房，市场也来满足一些人的需要。所以他重庆是他把这个单轨制改为市场加保障这样的双轨制，是一两条腿走路。他有开过一个说法，就是低端有保障，高端有约束，中端有市场。他不排斥市场的，他这个是一个体系，他就踢足成套。他不搞全面性，那就变成他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中等收入的人，高端有约束，大老板的高收入的你也行买，但是不是无限制的，你是在我掌中，是市场是有无形的手在控制你，我有形的手我也在，就是不在我整个全社会资源要素的分配上，我无所作为。我重庆人现在搞那个也在中央也争取，他在中央也争取到收房产税，他也在实践嘛。所以重庆干事啊是，我认为是很有智慧，他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给他的。他建立整个两点分制度，建立一个体系，他能够很明确的开发成，我觉得这个房地产的调控思路就是这样。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供给有市场，高端有约束，他就没有偏颇了，他就在走正道，万一出了事儿也容易解决啊。这个高消费高档豪宅
这些我也有出这么高知识放出来，所以我也不要你张开说它了，这个我也知道一些情况。今年呢，但没有这样打高工资房之前，重庆市也是为也是伤透了脑筋，也做了好多工作，为一些中低收入的中收入搞房子。另外就是它也已经有几个方面，卫生危房改造啦，各种各样的，还有农民公寓啊，它搞很多，但是那覆盖面积覆盖了就55万多户，但是还有好多覆盖不了。那么现在就是要搞公租房，大部分什么经济适用房啊，这些我也弄一些经济适用房、啊，中等收入的、中等偏低的收入的，又是在一定条件下面，它对于楼房倒倒了也不是常态的，你可以买经济适用房。可是经济适用房啊，产权逾期了，容易搞成那个黑洞，搞成玻璃洞。现在多少灰色在经济房中间呢？我们知道，你前面又是很难堵住，它就形成就，它本来不是你应该是你就有钱你就花的买市场商品房去，结果你进入到我政府的这个经济适用房，你搞的这一块，那个你七弄八弄，搞出一个什么假证明，你就进来了，进来那个有的公租房。这个经济适用房那个有车区还少吗？这个投机性把租房作为投资的还少吗？你搞再多搞你要投入不会有自个儿又不能够真正保证到真正需要的那部分家庭层的一些人，所以那地点继续搞，但我现在要着力大力我来搞公租房，保证那个家庭层的买。经济适用房，比如说我也没有资格条件，比如说没有户口资格，我经济适用房不能够是我面对全社会、面对全世界的嘛？你没有那个资格条件，你经济环境有时候你也进入不了。有时候我现在就搞到去，很明确的工作方法，它的三个人员，它特征很明确，一个就是大中学生有毕业的收入也大，农民工工专承担，农民工的。也可以，再有低收入，再有就是困难户低收入，租房面积在每人平均14.5平方米的，前门很明确，就这三个人，你要想浑水摸鱼要混进去，那是很难的。他公租房搞这么多，他也在后门上又给你堵死，他有相当一套这个配套的政策措施。公租房永远行空，你看这些提法这些叫法多好啊，这都是这黄金版的，我永远行空，买了公租房你就赚钱可以赚钱可以变成生意的，你租金又是不交，但是万一你要质押，万一你要转手我有积蓄，或者我有钱了我条件改善我去搞大面积的行，但是你不能进入市场，只能给我公租房管理局我回赎，把后面跟他堵死，你要去你要投机买房搞市场进入市场，他不能。那个卖家只能就是按照成本价加上你买的那个大约5%或者就是市场利息来回赎回，这样来保证。工厂运用行工，要我有时候脱开的稿子来讲，这样一些大伙有兴趣的人来说，我工作坊鼓掌的老板来搞，都是我政府来搞，都说是我国企来搞，黄启煌在香港去到新加坡都去，香港新加坡都能够做到去，就是主要是靠我公共资金都是靠我财政，没有让这些老板来怎么样？我们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自个儿来搞啊？与其让你赚钱，不如让我来，我自个儿腰包。
至于蛋黄就反正就是所谓的，这有些人在伤大伤脑筋，但是他就是下定决心，就是简单搞。他怎么来讲？有资金问题，他是有很多招的。这个把这个现在一部分的房子放给长三方，我底薪卖了过有多少，不要投入到公租房里面来，有多少财政必须要拨到这儿来，怎么来配套？最主要是他有自个儿国有国字号的金融机构、国投公司，他们知道这套怎么来通过市场融资啊，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建是有我建是公建，你进入前面是特色宣言就混入不进来，后边又给你堵死了，所以他公租房永远行公，就是为老百姓着想，都是为穷人着想，为弱势群着想，为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偏低的，或者中等收入的，主要是这些人来进入。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他已经是搞个合伙人的，已经在施工的，快准备施工的，我都去看了。现在我要在这个情况下再说一下的。现在工作方案，去年开工的，实际上是不止一万一千一百亿那个平米了。今年已经陆续好多出租了，我去看那个明星家园了，现在已经入住了。去年搞了1350万平方米，你看最现在2021年、2022年还要搞一个1000万平方米，一个1350万平方米。两个1350万平方米，再加个1000平方米，它实际上的数量是很大的。这个数字我是不是很准确？最后我要上网的话，我还把这个数字还校订一下。反正它搞的量啊，它不断加码在搞。我还要谈的就是，它这个政策目标设定了，我把它开发成。这个大手笔在搞个公租房啊，它的政策目标是谁？我把它开发成一个中三个低，它一个中叫什么呢？就是公租房的品质居中。黄奇帆的话说，我绝不接贫民窖，我不要再搞些贫民窖，什么印度啊、像巴西啊什么的，他要按照中等商品房子这样品质来建。他这个政策目标很明确，达到中等商品房的标准。所以黄奇帆的话是，重庆不会专门再去造一个廉租的楼盘，使它变成贫民区，也不会把公租房变成贫民区。然后我看那个到民间去，他是20亿。但是高层的，都是22层的高层区。他这个小区啊，为什么他说不是尖楼呢？他的小区一般是按照怎么样？他布局在21个居民居住区，这个居民居住区啊，它跟其他商品房的居住区，这个一个小区里面大约有20万人，其中有5万人是廉租房。也在建这个区里面，有5万人是住廉租房的，有15万人是其他商品房的，还是自有房的这样的。在这个小区里面是成龙配套的商业服务业、幼儿园、医院、体育设施。它的21个小区，它建21个居民居住区，布局了好多年，就廉租房布局了在里面。他呢，我到一些到他一个那个廉租房就先生小区，他的执行局呢，他的轻轨铁路又来了这些了，是上到交通的那个点上去，公交或者轻轨，有个交通，15分钟，他考虑的很周全，要不光是建起来，要是达到中等商品房那种区位那种品质，
这样的都在那个啊，在二十一个聚集区，都是在内环高速的一环以内的，还有外环、二环这个交通附近，都要求绿化率达30%以上。这是一个小区的那个设计的模型效果图，这个效果图。它找到中等那个商用住宅，它的户型有一居一厅的，比如说单个的那个大学生还没未婚的，或者它有一室一厅的、两室一厅的，这个适合单身或者一家小两口、三口人居住，还有三室一厅的户型，让三代同堂之家居住也不会显得那么拥挤。它附近要加以装修。这个简单说呀，水电呐、防盗门呐、什么玻璃砖呐、什么地板呐、厨房怎么装啊、抽油烟机啊、什么什么的换气扇啊，这都是有的，不是那个简陋的。我们那个现在就是买房的问题，还没建装的时候就是那个光板，它不是这样。它交流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中等水平。我去看到的。这我不细说，它那个标准也实际上是这些标准。你看我所看到的公租房卧室的建装标准间，建装标准间就是，就是建装了我里面一层家具就已经做了，这客厅，这厨房，这比我们现在老百姓包包锅，我们原来我以前。在一个报社的那个宿舍里面还是福利房的时候，我那个厨房是一个没有风光没有路，没有房叫什么厨房，就在屋檐下的，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那现在那个厨房还看得过去嘛，人还可以转得过身来嘛，对不对？它一个钟，我说它三个低。三个点应该首先是门槛低，月工资收入多少，它都有达到的，就是说低收入也吃低保的租房这一点，这些人，就刚才说的那个前门是这近期的三对人很明显的，这是进门低，入门槛低，进去过，租金打折租金低。它是这样测算的，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花2500块，它有很多是这个成本降低的措施，怎么免征这个税，免征那个税，又是不要配套费，又是什么的补地，搞得很便宜，低，它成本低了，我才能够租金低，它的租金低的政策目标是相当于。中等商品房注册租金的60%，现在初步测算是每平方米每月10块钱，是这样一个水平，这样就可以达到去在中低收入中间 N 个系数降低了，就是住的那个这一块也不超过10%，它不会超过这个数的，但政策目标设定是。所谓打折租金啊，就是针对中等市场租金，你60%这样来算，打折租金要低，就是成本低、门槛低、租金低的三低，一中就是品质居中，也不老很好吧。这是我把它开过来的政策目标，公租房就是公租房。公租房运用行公，难道我们不能够给重庆的新政策之花鼓掌吗？是应该鼓掌的。现在最新的消息，因为我跟重庆联系相当多了。刚才我说数字，这是我比较准确的，以此为准啊。2011年，1300万平方米。边际公租房全面开工，2011年还要陆续竣工投房，就要投房1000平方米。
今年2011年又将陆续开工，1375平方米。到六月底，就前不久已经开工了700万平方米，剩余的600平方米，200多平方米也是九月底就要全面开工。2012年还要再建1350万平方米。这个我又张扬一下了，它4000平方米工作坊可以说是光刷了，啊，俺的光刷千万间，可以说是光刷了，200万汉斯们就可以进驻了。它那个4000平方米，它覆盖两百万，要进驻200万，就是进城的农民工、新生代大学生。原住民困难户人均居住面积就住房面积40平方米以下的，这样就可以住高楼大厦，免于去受房奴之苦了。我们知道这个夹心层中间呢，有人坑了啊，他是当坑到这个家里面给一部分钱，然后群霸走拦截弄了房子，结果背一屁股债，压不过喘不过气来，成为房奴。这样200万人进入公租房，就是这些夹心层汉斯们的免于当房奴去了，这也是应该鼓掌的。我说这倒引到这个死神呢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树婆婆中间所说的话了，前半句我也说了，安得广场千万间，那是他的一种梦想追求了，对吧？后面两句话有些是没有隐权，是什么呢？大庇天下寒士尽开眼，庇护这些寒士们呢，是让大伙都高兴。尽开眼，我前面看东土六十五高原，竹林结构的当然更欢颜的，主要是后面这句风雨不动安如山，他那是本来三句话，安的皮是安的光照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眼，风雨不动安如山，安就是安居，茅屋被秋风所破了，那现在我们住是高楼大厦，不是茅屋了，那是安，你风雨来也是安，也是安的，安如山的安，安其居而乐其业，所谓安居乐业吧。这时候我也没完全按照我讲公租房还是其他一些这事情，我大体上头搞这样说一说。最后诸君呢，各位看我最后整理成这个一个的网上健康啊，那个就数字不正确的说。下面我再报道一下这个户籍制度改革，这在重庆也是了不得的事情。我的标题叫做三保留三件衣服，新添五件衣服，是农民啊，是专程农民啊，不是有人要讲尊廉吗？要是他们带着尊廉和财富进城吗？那么就是他搞户籍制度改革呀，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破冰之旅，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当然你不能够单打独斗，你还是那个大环境下，你是在我一注意，你们注意我这个讲座中我不断的说，在既定历史条件前提下的社会行为动作改革再改革，他那个户籍制度改革，我也说还要走路还长呢，未来路还很长，同志仍需努力。但是现在他作为城乡中国试点，他率先搞覆盖
那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并且政策设计实际操作那是非常漂亮的，很可以借鉴的。所以我说重庆新政中令人赏心悦目的有一朵花，那就是公租房。我走访关怀，我找一些农民工啊，找一些农庄承担，也和他们来分享一下农庄成果和在这方面的喜悦。又有农民工，我又讲故事了，拜农人都讲故事了，对。2001年8月5日，对于重庆市中心区域的那个官桥那个商圈，是一个中心区的那个商圈，有个店铺，里面的一个打工仔当大厨的一个农民工，叫于小明的。这个日子，2001年8月5日，对于他来说，是他人生之旅的一个难以忘怀的拐点。我在这里日子写到这，他对他一生来说，他都忘不了这个日子的。为什么呢？就是那一天，他16岁，初中毕业的这个王小明啊，从三城远郊长寿县那边，我这次也到长寿县去看了化工圈，也去了，从长寿县农村到城里来当农民工，16岁都来了，12年慢慢路慢慢行，来到12年呢，他才终于跨过这个门槛，农庄成了。他现在30岁，将要到了这个应该28岁。这一天，他和也是农庄也是农民工的妻子，以及他们可爱的8岁儿子，一家三口，拎到一个红本本儿，拎到跟城里人一模一样的枣红皮的红本本儿，那就是户口本儿，要户口了，就是他，就是这下子。这三位，这个于小明呢是当代的农民，当代的新生的农民，新兴来的农民工，新生来农民工转而成为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一个80后，他是80后出生的，在这个他是个餐饮业的殿堂的，我在和他不是饭口的时候标记，要不是老板有意见了，要扣他工资了。在饭口之外，不是饭口的时候，清闲的时候，他给我摆龙门阵了。那真是语言间流露出无尽的喜悦，所以我说分享他们的喜悦的。他感受到党和政府实施这项民生工程，给他新添了5件衣服暖心窝。哪件五件衣服啊？进了城过后，重庆市一步到位，各城镇居民一样的享受，社会保障这一块子。所谓五件衣服，就是在就业方面，社保、注册、教育、医疗，社保实际上指的是养老，就这5个方面。你保障各城的人一样均等化，没有现在的事实上的，也不可能一下要求做到的，均等化，事实上是在做的某种歧视啊。那么这是5件衣服穿上了，我就问他了，一般农民工穿3件衣服。什么叫3件衣服？我跟他讲，他也懂我那个医院的，在座的诸位不知道是不懂。3件衣服是什么呢？在农村老家，你有宅基地，你有农村有承包地，有承包还承包林地，就是所谓三权，是吧？
承包地有三地的承包地，就是属于农农田的什么旱地属于地，还有林地的，还有承包林地的，还有的采集地，就是这个划个地的，这就是农民的三件衣服。农民现在就只有仅此而已。我就问他，你有了五件衣服，农民工一般都三件衣服，你呢？你要脱衣跪地吗？你要把三件衣服脱下来吗？他跟我这样回答：农村到家这一地我没有份儿，因为那个房子的这一地啊，那是糟化了。他才二十几岁，我们不是搞了多少个三十年、三十几年的那个事儿吗？那个时候还没他，那个时候已经划都划掉了，没他的份儿，这一地没有我的份儿，我没有承包成领地。我名下后来经过调整的，我名下的一亩水田坡地承包地现在也不用退，他们就是那个衣服还是穿着，就一般都没有穿着，他有了衣服来穿着，这也叫做知天不见越穿越乱，这是我的话，知天不见越穿越乱，乱心窝，这个民生工程乱心窝，三件衣服照样穿着，一般都没关系，五件衣服又给你添了，那不是添衣穿保暖吗？这是。这个余小平我说，五件衣服，他怎么来？我说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他以那个教育和社保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两件衣服他最感兴趣，对他来说最为重要。为什么呢？这个是我就说实话，他的话也就这样，娃儿在城里上学。不叫车学费了，不叫车折消费了，这不是大伙我们都知道的，这车消费熬头死了，城里人叫车学费，更不要说的亏了这个农工的在城里子女了。他掰着指头一算，小学初中读下来，这个车消费没有了，那我叫省五万元，省五万元，这余小平算的账。再有，那四川话又说。没有啥子后顾之忧咯，后顾之忧就是养老，你社保、养老金呢，城乡现在是有差别，要虽然全覆盖，但它的标准有差别的，这些也是有动态指标，我这都不具体说了，现在懂。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城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新处所，城是他们身心归属的新家园。窥一豹一关，窥一斑一关全豹。那么重庆市这个覆盖它是8月1号施行的，我是11月2日的，我就找这个官专门搞这个覆盖的办公室的人跟我谈谈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他们说他到那个时候九月份的通知8月1号开始搞了个几十天，那个时候啊，就有80万户了，就八十万人转户了，转户口，成为东庄城的。他的附近改革一个，我把他看认为我最感兴趣的，认为他这个在缩小三大差异、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上。这个重大举措啊，它的高招呢，关键是我把它开发成两个字，就是农专城的门槛了，或者说条件呢，开发成两个字，门槛叫较低，门条件叫放宽，说十个字也行，门槛是较低了，条件是宽了，门槛降低了，条件放宽了。那个余小平跟我说：“你来了12年，为什么你还不成农专城呢？”他说：“我怎么不想农专城？我想了这么久了。”他去咨询过，到派出所去咨询过，他给我摆龙门阵的，摆得很具体。
所以我这个有了感情的时候，就好理解他这个理性上他怎么那个做。他去咨询的时候，当回了，不是给。他说我去，不是，他就说你不行啊。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还是有些条件的、啊。我说哪两个条件不行？他说原来的条件呢、啊？他十二年为什么一直没有考到你这个门槛呢？要是有学历，大中专毕业，我只念到小学，我又不是这个是初中民工，原来门槛这是一个设定，他不是给。再一个，说要有居有住所，居有住所，我说你不是买了房子吗？居有住所，我私有住所就是个四十平，就是个一居的，而规定的居有住所人均面积是四十平米。我三个人哪有一百多平米居所住所啊？所以原来他有规定呢，还有其他条件我都不一个个列了。他是有若干条件，当时不，我要说啊，那当时的情况是个历史决定的，你不可能，你从你就这么点什么条件都没有，不可能的，那就只能是有些设定。当时于小明他这两条把他卡住了，我说现在你进来了，他说我现在根本没有这个条件了，你农民工有农民工，管你是大中专毕业的农民工还是小学程度的，你居有住所就行了，你打工得来多少年就行了，中心城区也接纳你了，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最感兴趣，他户籍改革要很理念的说，那个具体条件我还有很多东西，外地作为真是操作的人员的话，完全可以去取经。他怎么分那个区域？也不能够我条件一放开就什么条件也没有，也不是，它还是有条件，这个条件是非常合情合理，是非常必要的。我不能够中心区成重庆的中心区，我是重庆知道的九个区，一窝蜂的都用来了，你行吗？它怎么叫做分区域布局？分区域分三个层次，中心城区怎么样？十三个研究区的县区县城的县城区县城的城区又怎么样？散居的农村的咔咔角角那个乡镇又怎么样？它是有分别设定条件，倒是你在农村的城镇的所在乡镇根本不要什么条件，你愿意转户就可以转户，就按照城区的到区乡的，到那个。就研究区县的拿31个拿2亿的，到这个县城有县里面有县城嘛，区没区里面的县区的那个中心区嘛，到这个地方它也有什么条件？有经商啊，或者财产啊，什么主要是经商啊，什么时间来定居啊，其他一些条件。到中心区的有什么条件？它就算是非常讲究的一个。从实际出发，吹利避害。不要说我打条件费，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喜欢什么事你也干不成。同志们呢，注意我这个老陈讲话说一直谈，在既定历史条件下要干点事，举步维艰呐，难呐、啊。不要去苛求。去求全责备，重庆又怎么样了？包括我对一些我老同志，我们很好的一些老同志，你跟我说起来，我就批评了。你别这样去说，我就站在重庆老面说话，不光是扶着我重庆老家老乡，老家是好嘛，我家乡好嘛，我扶他好嘛。哎，你说有这种东西了。他这个怎么规定的具体条件我都不知仔细谈来的，这是搞操的人在一起学吧。很重要的我感觉他想问题想得很彻底，有些问题让他在发展中间我们再来探索新路，不是三件衣服你还继续穿着包里三件衣服新天五件衣服，包里什么包里法？他叫做说个包里三年，我说包留三年，你同城条件上有规定，三年以后还是自愿。你看，那不是等于说三年以后还是，因为可以，你不是说包留三年，你是说三年以后要收，但是你说三年以后还包留，实际上的
你是敞开口的，就还是真正农民要支援。他这个是有弹性的，到时候他再想办法，再用什么钢板，用什么来我来撬动这个，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吧。重庆办事是非常有步骤、有时机、留有余地的，对吧？这也是在文字上也不好这么写，但是我这个摆弄不能谈起，我是很受感动，感觉很有这个学的地方，你知道？办事很实在，真是实事求是。说一个三年过渡期，实际上三年过渡期自愿，他非常自愿，讲自愿，不是都是很好的事吧？我也去找些老农办，你是不要转了？他说，我进去我好是好，他说我现在还不转。嘿，他有他的想法，你说怪不怪？不是好事情吗？你为什么不转呢？所以时间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不要去一刀要求他。他不转，你得切要尊重他的，他有他的道理。比如说我到一个老农家去，他现在租着房子，我要去参选这个看看。参选的是他们住的是几十平方米。实际上我观察他的房子啊，参选单是这样写的：实际上他的第一层和厨房是单独地列出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第一层。楼已经不是原来的楼了，它加层了，已经变成100多平方米了。可参选上只是10多平方米。你要以后要给它补上那个，那什么算呢？那现在还得要具体化，这个就还在探索吧，这个地方。他也说我要算，那补上不知道以后是个什么补上啊。这个地现在我还感觉还低了点，我还要看看到底走向，他不算。我说你不转，他转拿到人口的，给你房子啊，这不是要的，给你补上，给你要有具有说，还给你有还租的房啊，有还置房啊这些什么的。他说我怎么还呢？我是工农兼业户，所以那个户到真正的农户去还是找到了，他是很具体的。他老婆是知青茶乡回来过后，就到一个运输公司，是像搬运公司当苦力去了，就成了城市户口。后来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生的孩子是随母亲，结果他的孩子是城市户口，于是一家四口是工农兼业户，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妻子和儿子女儿是城市户口，我老公是农村户，我转户我怎么转呢？你政策到底怎么个规定呢？那可是现在这还没有很具体化，他感觉我转要亏要吃亏，我按照我一个人来算，我还着房子我怎么住啊？我现在先是十个人呢，所以我原来的房子那个基础我现在加盖了，我都是看到他们的本部是怎么样，因为看他现场实际上这么一个情况，你怎么不规定？所以黄旗房和那个补习院他强调资源，他有几个几个三以人为本啊，什么叫资源？他是很具体的，他大部分是抽象的人，他是很具体到那个农夫啊，特别是就是穷人呐、啊，弱势群体那个具体情况，那生意政策，因为政策没解决，以后呢他就解决。而我们不要要求他一下什么也得解决，谁是人间皇帝啊？没有人间皇帝啊，那靠我们这岗中人来解决。我又扯远了，这是。哎，这是说这个农村转户口这个破冰之旅啊，这个城乡二类解决的概念。他这个要不得，我这个穿插去讲，我也不能放在原的那个准备讲了。他农转村呢，也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现在我们都知道。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够富裕农民，农村人口减少了，在同等产出的情况下面，在同等产出的情况下面，在要素分配上它就其实发生了变化，在同等情况下面的
那样的多的参数，参与分配它减少了，所以要素的分配它的载荷发生了变化，它的参数发生了变化，农民由此而征收的这个幅度被统计制度经过测算的可以年均收入由此增加多少个百分点，它搞得很具体，一部分进程，更不要说这部分进程过后，进程过后它的购买能力增加了，它的购买能力增加了，一个人测算能够增加消费多少上万呢，就是简单说两万或者再多一点几百万，多少人来想想这多少个万万消费就给你拉动了，你现在不是三驾马车吗，再去继续往里洋人搞那搞那个外搞那个外向性搞那个我们出库的我们破坏资源，这个搞那个廉价商品去跟人家进攻，人家给你那些花花草草，反正开动那个印钞机，花花的钞票出来了，给你牛去买他的鬼债，搞那个倒霉的事儿，他那里的他的感冒里的咳嗽，他那个老危机，更不要说这次也是经济危机，不是金融危机，就是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你展现体现。他那里这样的，你根本你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你别想去转型转到他那个轨道去当那个养母去，不行。那么拉脚马车不行了，外贸不行了，外向性不行了，投资这是内需。有些你投资，你光靠投资增加个十万亿，又增那配套又是多少个亿？我们不多少个亿？你老把那个投资搞得很多，几率搞得很多，那也会带来负效应的。最主要的还是要把居民城乡居民消费，不能够光靠生产消费，城乡居民消费中间最主要是生活消费，其中间一部分。生产消费要靠这个消费来拉动，所以大到户籍制度改革，大家有这个社会效应呢，在缩小三大差别中间，那意义是非常明显的，是巨大，就若干数据在里面，啊、嗯，是，这样子，懂些。我这里要说起什么事情，我再重复我那句话，从一时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只能搞得现在这个非常不简单非常好的这个样，但是努力走完还有很长路要走，现在户籍制度上捆绑很多附加的东西是历史上形成的累赘，我们不能斩断历史，那么现在户籍比例由户籍所带来的体现在城市里面，像上海呀、北京呐、包括广州、重庆啊，这些户籍比例已经开始在弱化，但是依然是不得不这样来做的，不得不应该说这个关口也是个关隘，这个还不得不固守。那么现在最明显的是，我不能够单兵独进了，不能够我重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比如说，最后大家立的很多的全国社保联动，全国社保。我这里社保了，到哪里去也可以，也可以保障我的全国。你现在能够动吗？全国联动不起来，全国联动就不起来，为什么呢？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是财政还在分灶，他办不了这个事情啊。你要有到重庆来了，我都给你包下来，我财政我重庆负担得了，也负担不了，我还是有点别的呀。我有时候还想你是不是入教籍的呀？
在全国范围的有些是要联动才行，不能够单兵独进，重庆有也没有法。还比如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是我们按照均等化去努力，但是事实上现在教育里面的分配啊，什么录取率啊，什么分数线啊，你还得要按照区域来划呀，因为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它有差距，哪里文化水准如果你要都告诉你一刀切的话，我看到那个原来落后这儿的局那越来越吃亏，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面对着既定的历史条件前提，它的作为只能够在现有现有下面争取最大化的好，我们不要求全责备。所以我老是跟重庆说话，你们说他有的还说是说三不说三，倒是说他还彻底。我说你破解你彻底，你是彻底是吧？你彻底完全是想当然的彻底。有的还讽刺说，也就是说，胡国还继续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他不是一个光彩不光彩，谁想不想光彩，是一个主观臆断，是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它是一个现实客观实际的问题，这是我谈那个这个前面说的几个方面都是说重庆形成的一些亮点了，下面又回过头来把它说的比较综合点的方面，特别想突出一个事情的，也是我今天想着重要谈的，不是实际上也不是我的，也是其他学者的一些观点，就是它中间包含的政治经济学。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从学术理论的观点来看，它最可贵的是什么？我说要跟我们的基本制度联系起来，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体制建筑的统一联系起来，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辩证关系统一起来看，我们未来到底怎么办？从重庆今年我们到底现在要着重看的什么？这个政治经济没有困难，很多条子也不好全部谈，实际上不要全部谈，主要谈国资，主要谈国有这一块，实际上谈公有，我对他那个公还不太很满意这方面东西，实际上我主要想谈这个，而谈这个还要从学者的一开阔的国际视野、世界视野来解读重庆的这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民生导向中间的政治经济学。一位著名的学者叫崔志远的，在我们五有之乡也发很多。崔志远，1963年出生的，我们两个姐妹们叫他，我叫他小叔，他自称小叔，他自我谦称小崔，因为他1969年是。1963年出生的嘛，在我面前是小侄辈儿，只前程只剩下60后的嘛。由于我这个老者来说，小侄辈儿倒是小叫是亲弟的亲弟称，就是这个崔志远的，非常不简单。我很赞赏崔志远，我跟他两个摆龙门阵，他给我很有启发。他是学者的，学者的观点是叫搞学术的人，其实他不是仅仅是一个搞学术，我说他是一个很可爱的，这个学术家的应该是一种楷模，一种我把他提出来，我提上他，我把他说到楷模这个份上。他是很有些真知所见的，那个他是重庆大学，清华大学那个教授，他在哈佛啊，在美国也待过很久了，当学者也当教授，这些在英国也待过，他的外语也很好。对于国际有的国际问题、国际经济研究很好，他长期从事社会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他跟我谈的，我看他就是很有点国际视野。他是过到国际视野范围的，来看重庆的，
这个新政的，他有时告别时候也说那个重庆模式，但他很少说重庆模式，经常说重庆经验，说重庆经验进行时，他用这个就是外文那个进行时，过去时那个进行时，他用这个，他就是说表明他认为他是正在进行中的探索，不把它固化起来。他特别强调，国有真知与藏乎于民，并进地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他谈经济也谈政治，其政治保障是干部三进三统三项制度，前面我已经说了，限于时间我也不好再展开的说，我只报道他说的重庆这个今年正在进行这个事件，国之政治与国之以及这个常务与民并进这个问题。因为他特别强调这个我们中央的“十二五”建议规划，有一个点，有一个点，这个都是对的，就是他认为第一要点是加快经济发展转变方式，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要第一的指导思想。落脚到啊，是必须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分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的那一套，重庆的民生十条，功夫经十二条，就是这方面最生动体现。他国谈到微信企业惠及就业人员民生，这个是同那个工程方大里面是相得益彰的，老百姓安居乐业系列最前面讲了。这个全国规模最大的扶贫改革跳出了二层结构，啊，大家称赞这是破冰之举哦，是一盘非上难下的一盘棋，是我们所谓改革进入了新时期。他是从哪儿跳出？我其实为什么他是重庆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学者，他从2001年五月到重庆挂职锻炼，当到重庆市国资委主任证监的助理，就是国资委主任子弟，成了官员。你看，他走出学术金字塔，到地方去，他要委屈，他了解实际情况，当然比我多，因为他待到那个地方的。一直说起来，不仅是理论观点，一套套的就数据实际的。他呀，我认为他是非常仗义执言，为谁仗义执言？为共和国长子国旗仗义执言，非常不简单。他是很是赞赏研究国资委的工作那一套，他现在是国资委主任，重庆是国资委主任的助理，那说起来是头头是道。所以他跟我说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国资问题。而国资问题，我不是前面说他的重庆再一个是反潮流嘛，他的国资问题真是反潮流，他就是看中这个国资，就是看中这一块，为共和国的长子说话，仗义执言，那真是心诚百姓暖暖，体察国际风云。所以我是说他，我给他带一个我的一个评价，他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他生在张国，就是中国是生于是张国的，是他在这个地方，但他谈的问题老从世界来谈起，他是中国人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但他是关洞察世界国际风云的人。他1963年出生嘛，所以我是个小学教授不简单，我要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在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如日中天的，还年轻的，
未来的希望的，所以不是在我们这些老家伙身上，是在这些中青年身上。是在我也有时候也可以说是韩乃强啊、樊锦刚啊，或者是这些年轻人同志，也在那个张洪亮啊这些身上，因为他们还在成长，还在发展，还在提高，还在变化的过程中间，未来还是强的，是我们的希望的，可以是我们的未来的希望的。而他呢，崔志远呢，他为什么非常赞赏这个鬼子呢？他是从世界范围的谈那个外需出口拉动为什么不行了？我说了好多数据，我不省略了。他特别是谈那个，他跟我谈，我们实际上网上也查了不少的这个事儿。为什么那个外国那个外向型这个老是祈求洋人都买我们的东西不行呢？他跟我说了这个一个例子，我们网上也谈到的这一位，就是福格森，就是李尔福森呢，这个中美国，哎，你看到没？中美国。他去中美国，他不是说两个国家，意思是联姻的国家。他所谓联姻，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出去，美国人来投资。说他好像是说那个世界一体化什么紧密联系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他这是世界是一种殖民的经济，殖民化，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所祈求的那样一种经济关系啊。让中国参与这个所谓国际的这个低水平的这个初级的那个分工，那就吃亏大极了。就是刚才我说的，用你那个苦力，我们说的苦力，我们的工资比德国什么，相当于人家的50%，相当于美国的什么40%，相当于人家70%，这些数据都有，我就这里不念那个到了嘛。怎么便宜了？花的怎么样子？这吃饭的那个资源，搞出来一个东西，就卖给他就得，他就世界就开动那个钞票机，你就把它拿回来那个钱，实际上没有拿回来，这是花账就是，尤其卖他的国债，你这样搞下去，这样你中美国行吗？不行了，这个不行了，应该加以颠覆，把这个观点加以颠覆。这个颠覆啊，崔志远跟我说，福格森自个儿也在颠覆自个儿。他为什么说是为什么说自个儿颠覆自个儿？他说不应该成立，也不能成立，也不希望他成立，也可以不成立。就福格森啊，他到2008年。2009年到重庆去了，他也去看重庆。当年2009年到重庆去了，看到重庆五座大桥同时在长江上修建，同步的发展，让他看到了中美国不能成立的结论，就是。当年李丹福格尔他自个儿也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转变为内需为基础，因为他在这是看到内陆城市啊重庆啊是这样大有作为，并且开了个头啊，所以曾经他这样的观察，他这样的看，他从这个福格森提出中美国，他这个就看到我们中国是怎么样的蓬勃发展，我们的内需拉动在重庆是如此之明显。他从这一点来看，就是我就说那个福格森那个李先生，就是我们的小崔教授，他从那一刻跟我说：“老师，你看，我们希望是什么有希望？我们可以做到。而重庆五座大桥是谁在干呢？是分包他老板在干吗？是我们的重庆国企。”
重新这个投资公司那个投资公司还有什么路桥公司还有什么一个公司的公司都是国字号的，是国字号来盖的，资金是筹集是这国字号弄的，施工设计是都是靠国字号的弄的。于是小水教授就深有感触的就是说，我就后来看到这五座桥一连就在重庆同时来开工建，我在贵州我就感觉到我们那个这个贵州的这个希望，看到了那个希望。桥是公共设施，民生工程，不管是十条民生、十二条公路经也好，很多桥都是涉及到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的增加，而公共产品的增加就要靠财力，就要靠国力，就要靠国字号，就要靠政府从重庆的领导层面的来提倡这个事情。你看，他又从时间事业来谈的事了，他又谈到去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是米德，米德这有个观点，他认为是对于我们来充实这个小崔也说的，对充实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来说，米德的观点对于我们很有启发意义。但是就是说，米德是说个什么事情呢？米德认为啊，西方国家有一个最不正常的现象，这小崔教授我介绍的，比如美国有大量的国债，只有少量的国有资本，美国也有公有，法国也公有，也是很多的英国也有公有，但是资本主义嘛，当然是资本主义来的公有，它的公有也是那个总管家、资本家的大总管家管住的，那个性质是跟我们的国是两回事了。但是西方经济学家说，美国有大量国债，也有国有资本，就是公有那个。所有工业了，跟我们是两回事。如果中国不买美国国债，而是美国人自己买，那么美国的利率要比现在高得多，而利率高容易激出私人投资，不利于全场面。国家如果不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于是怎么办呢？它又只能够去依赖税收。只能你增加税收，只能是举债，依赖发行国债。当国债一高，又会抬高利率，又不利于市场投资。所以他在你看，他说三块：国有资本、国债、税收。这三块你怎么能在你的政府的国家人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构成？他就那个话的话中央的话就是说，公有的比较少，国有比较少，连米德都是这样的说。为什么小崔说，你那块对我们应该说很有启发？我们可以充实记忆，充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丰富内涵。他一个话就是，你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你就要多搞国资。小崔的话，我来翻译的话，我来说是实际上是这个。他形成文章的东西啊，就是说米德的这个观点呢，对于我们丰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是很有启发的。这个崔姐我也谈，这个我们实际上也知道。那米德观点我们从哪里可以印证呢？为什么老说香港怎么样？你看香港是什么？香港它公有在开，为什么它的社保能够高？实际上香港的这个基理系数是很高的，超过了五种，比大陆还高一点。所以在全世界方面，那是数量上面，跟巴西啊什么这些很高的。但是它的社会保障它也高了很多。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香港它有部分所谓公有资产，就是土地。香港是把政府是把土地扒走的，所有土地那个增值，所有土地的开发利用
真值是很大一块。他那个账目写过，他就有点去告白，社会保障那一块了。为什么他那个告白确定也认识医疗，梦回医疗那个样子，但实际上也少许一些人。他也从那里又谈到香港这里也是工伤，但也是还是说的伤块。公有资产就是能够拿到政府手上的，和税收这块和政府能够去摘这块，你应该怎么来构成？你要把大一块搞大，你政府要自来有钱，你别去听那些那是小崔实际上是政府的，什么小政府，什么拿自首，什么要弱弱化政府的样子。你这时候就是要劲儿，你就是要能够专一把就能够专出牛来的这个手劲儿才行，不要去听那些什么大市场小政府，重庆就是搞了两个强，就强政府强市场，这都是反潮流的样子。但我那个有时候特别讲话就这样讲，也可能说错了，待会儿我们还可以双向对交换对交换交换意见啊。那个国有资产我去的时候，我那个国有资产我们办事处手上到底是多少，拥有多少，是个什么变化？国资委企业管理处的那处长跟我说，2003年国有资产1700亿，1700亿人民币国有资产量化成这个。我去的时候是11、12间嘛，到2010年9月。从有国有资产达到1.12亿的样子，达到1.1亿了，翻了多少个打多少个滚啊！那是我去的时候，现在那数字肯定是有变化。又壮大了。按照对我们很有启发一点比的观点，我们这个强政府手上要强，要强的就要能够有能力从社会上赚出一大把油来过到自个的腰板的，要把袋子鼓起来。那么国资跟强政府贡献是什么样呢？就是国资的盈利，国资它是搞经济性质嘛，都是进入市场主体嘛，在这个市场大环境下嘛，它有红利。现在不是说社会分红嘛，那红利能够多少跟重庆市政府进贡呢？2010年，它大约是它的红，国资的红利30%要拿给政府。就要上交30%，30%，这就是我要搞公共产品，要搞基础设施，我就有钱了。现在是经过整合叠加，国有资产有还是有很多户，那重点国资管有39户重点企业，都是集团性质的，当然还是小玩意儿。拿来说说啊，有1700亿，增加到2009年的1.19万亿啊，增长了597.2%，其中的净资产，因为它这中间有贷款在里面了，净资产增长更多7.5%，利润2009年。利润就是200多亿，比较当年国资委成立是2003年，增长了30倍。你看它国资在怎么发展，迅猛发展，它不是国退，不是有些地方说我两不搞两个好不重要，还要大力这种怎么样？他把重点搁到两后面的好不重要搞死去了。这里我也只能够这样说。有的人也是非常不满意的，我说的急性子人，
他们很讲成语作业，就是我就说是很讲战略性妥协，要有一些正确的策略思维。你看他说实行了国计民生计，他指什么呢？我的名义上 GDP 有2023年支出的20%-60%了，所以我们圈子有人非常不满意。你搞的什么呀？你搞那个干粮，你那个干粮注意什么？有些人噻，你想一口子吃胖子，我一下就搞到80%-70%，你已经他人家已经在大踏步往前跪进了。我也说你民进，你民也进吧，你民进的问题大多还是我们民区资本的，当然它有相当一部分这个外资，特别是现在它是外资，它外资是为我所用，那真是为我所用。我仅仅为这不是完全是你拿着别人给我留下 GDP 的，它不是这样，它是跟那个产业结构调整啊，这个各种方面，它是考虑很周详的这件事情。但是它是说国情的，所以它说得出口，民也情。哎，我们用这就不满意啊！你怎么有孩子？你不是孩子，不是一个事物的主体，是那个占主要部分的决定事物的性质吗？于是你是什么主义啊？哪能够这样来看问题啊？你是想当然，你就像一夜都变天变过去了，一夜又一天变过来啊？它变天都不是这样变的嘛？那天气有时候还是缓缓的，包括今天的天吧，也是这么多年吧，不是？所以用急性子来看的问题，他是他主要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我也不怪这些同志，除开你的思维的问题，主要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像我这些老头子啊，我还说年轻同志们，你们多到下面去走走，多找工人农民，多找那些跟工人农民联系在一起的三亲三同的谈话，到实地去看。当然也可以多交几个邮票朋友，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了，我这个老头子来这么多了，我还抓紧时间拖着问题下去。我在这里也是说，在座的青年同志们，希望在你们去行动吧，行动吧，起来行动。他一个很妙的什么，就是他一个说法，这个黄奇帆也讲，现在我们不讲鱼身外鱼身内吗？鱼身外一个在前台子，鱼身内一个在上海，不管是西南大城市，现在主要就是两个前台子。我说，在重庆的那个频率出现很高的，经常在这个黄奇帆嘴里面的组织的，包括夫妻来的，他有个词叫做频率出现很高的第三前台子。什么是第三前台子？就是这一块。我有那个事情，哎，鬼子这一块，预算内，预算外，预算外又是我本来预算是那么多，哪里我征收了些，哪里我又转了，哪里又转向资金，又转向钱给我拨进来，他有些，那还是一人钱在这中间的，他现在搞三千子，再就是公有资产这一块，就是鬼子号这一块，什么？他们把那个做大了，于是他可以搞好多那个公共设施。重庆是三层，有山就必有路，有路还必有桥，所以说到重庆去看到，这个是山山水水，桥桥路路好多啊！见到好大桥，我当娃儿的时候在重庆，哇，总是爬坡上看，哪里有这么多桥？真是不过同日而语啊！他为什么能够搞这么？厉害的基础设施搞这么多，公共设施、公共产品能够提供得好，就是呢，有第三财政、第三钱袋子来托底，他才有这样的财力的底气。不是有些地方政府敢于去拍胸脯，我要干什么干什么的，他就是说吧，敢于不敢于，那个财力的底气没有啊。在前些日我到广东又走了好多老少边民地方，那个穷极了，我湖广东里面下面那个湖广东那光环下面那个穷广东啊，我是看透了，那个这都有数据的，搞了多少千公里的高速公路，搞了好多是造桥梁，搞了好多是什么公共设施这些，他
就是考第三产生，考第三前的证。至于哪天我看到那个红色梁子军带队的红色旅游红色重庆旅游啊，他说他去看那个重庆之春音乐会，大幕上写着鬼子的春天嘛，是不是这个？哎呀，他好感动啊！所以这真是可以说，我这样说，鬼子的春天希望所在。只要我们在重庆看到了鬼子的春天，看到希望所在，还得要鼓掌一下，我是。上面我聊了一下，主要是崔志远教授对重庆新政所在的政治心理学解释和解读，其中也加入着我的一些见解和措施。那我在想着，我见解的一个地方见解的太厉害了。大概你们前面看到起有个东西我还没有说，就是地票。地票是中央给他试验权的。当时成都也在搞，这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事情。这个黄秋华讲话说，这个不亚于，当然他不得不这样说，亚于跟农村当年实行，农村什么政治啊什么，那个亚于那个意义。他说了一个什么意思？这个、不亚于那个意义。这个是，这实际上是两回事了哈。就是这个他那个第一条吧，就是刚才我是简单提了一下，从那个。小水教授的观点来看呢，他研究大学上这个国际上的一些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情况，他就提出一个概念，这是涉及到出轨之外，也是一个像地票，我也到那个地票交易所去看到那个产权研究所去看到，他那个地票上市啊，那个地票。我是开业那个地票是个什么样子，我也从那个房地产商那个大资本家那里去看了，他们说是一个地票。崔志远他说那个地票啊，实际上就是土地开发权。刚才我解释了一下，他是说蒙古、蒙州实际上不一是这样做，他们事实上的怎么把那个土地开发权是要通过市场来购买的。重庆通过实行地票，就是土地废弃土地的利用，不，比如说有废弃一些乡镇企业呀、还有一些荒地啊，或者一些宅基地的相对集中啊、整合啊，就是你新开出的土地，有生地化，以至于或者变成了熟地，那就可以上市了。这个上市啊，就不是你原来那点价值了。它就是一个市场价值了，它进入去产权研究所去公开招投标了。我去的时候，当时我去的时候，市场价格平均是14万多，最近黄金啊，看到去引到了15.5万元。就是它那个地票一高啊，它就是市农民能够有所谓财产形式收入了，它就盘活它现在。已经具有财产性的那些生产要素，那些资源，盘活它的那些资源，可以发挥社会效应了。而改变了现在基层的那种基差地主，那种意识状况，他通过那个跳出了，打破了那个历史所上所形成的那种两元结构，也是这个角度。这个是新厨师，而这个新厨师它是可以从国际经验中吸取市场经营中某些成功的资源配置方法。所以我是不是想有这一条市场经济的一概否定，我不是，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以兼容的。从毛主席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然逻辑发展的要求，主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主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制，包括国和集体这两块是兼容的。而基本命令观点也就是说的，社会分工所决定的商品生产，社会分工的发展必须要通过生产交换，通过商品交换必须要有市场。我曾经写过这篇文章的，那是个必由之路。
一个其实毛泽东时代也有市场。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包括很多老百姓，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好像过去没市场，好像就是计划。还有就我们这圈子的人也是对搞市场经济。其实毛主席那边这个市场搞了比现在还好好了。我这个今天不要弄，我们再聊聊，就这样办，这样玩，该完了，拜拜。